那个摄影师就认为，就是我这么多年，我的照片是一个特能的。今天吃沙拉烤肉饭，什么叫真材实料的绿豆汤？这太喜欢吃这个饭了吧！看那个彭昱畅演的那个沐浴之王，我感觉是因为我们南方这边没有这种澡堂的文化，所以就不太能够 get 到里面的点。附近有一个很好吃的面包店，然后我想要买一点面包，等会儿就带回去学校吃。哇，这个杯子好好看，很适合拿来喝咖啡或者喝茶。